韩雪和刘诗诗的《醉玲珑》正在热播，在采访过程中，韩雪这句话打脸了半个娱乐圈的女星，陈乔恩、杨幂、孙俪等人更是完全为难了。那么韩雪究竟说了什么呢？韩雪在节目中说，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往上走是需要让自己不断增值的，你不是按照同期生标准来要求自己去演的。因为我觉得演员同不同期生那个专注度不一样，你就得十万分的把每个词都说得特别精准，而且得一次到位，因为这就是成片，声音真的是表演的一部分。明明自己这场戏是这样演的，配音员一配完就有很多的损失，所以我就很愿意去自己配音，我觉得是对自己负责任。所以韩雪更愿意自己配音，一起也是对自己艺人工作负责任。不得不说韩雪的这番话实在太霸气了，陈乔恩的东方不败，还有杨幂的白浅，以及孙俪的甄嬛配音等等，许多网友非凡表示，一向听一个人的配音真的听到想吐啊。韩雪在《醉玲珑》当中坚持用自己的原音，获得了广阔网友的好评和点赞。